豪华波士顿龙虾海鲜粥。十倍豪华波士顿龙虾海鲜粥就完成了。阿修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再一锅好不好？喂，满满的鲜味啊，哎，真的好吃到感动要哭呢。今天的农村料理就是十倍豪华波士顿龙虾海鲜粥。哇，你们看这个大炒虾，阿华你的是什么？波士顿龙虾。哇，干嘛？你干嘛哭啊？我感动啊。为什么感动？这么多食材。哇，没关系，等一下煮好的时候会让你好吃到更感动。哇，过来，我们下锅开煮喽。食材放好之后，一样盖上锅盖炖煮一下，待会滚的时候加上了姜、葱、调味料，还有一点点的香油，之后再煮一下，十倍豪华波士顿龙虾海鲜粥就完成了。哇，阿龙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对不对？哎，叶龙，我煮的怎么样？超赞的，超厉害！哇，哎，阿华啊，讲一下嘛，评价。明天不是还要煮吗？哎，好，下一个，阿修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再一锅好不好？喂，满满的鲜味啊，哎，真的好吃到感动要哭呢，哎。今天这个粥好吃吗？好吃！哇，做农值得了吗？值得！哦，哎，老公，为什么你们吃海鲜粥，我吃烤肉？可是你用一个睫毛也比海鲜粥贵啊！最好是有